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次咧，我就想测试一下一个嘅坦克车啦。咁上次就抽我嘅坦克车嘅，咁我依家就实测佢个坦克车个威力啊，或者系佢嘅攻击力啊，各方面嗰个嘅能力值系去到咩嘅程度啦。咁呢一度我就先放走只弓手啦，因为弓手其实我觉得可有可无嘅。咁啊，放咗机械，哇！我而家有两个坦克车，非常之犀利。然之后我哋求其打关啦。咦，唔系喎，系咪有新？咦，有新嘢玩？当前不可进入。哇，唔得喎，佢都系打嗰啲嘅，系嘛？唔清楚。我哋打过咩好咧？搵咩打好咧？新个关打唔赢，唉，打呢关二至六啊。二至六睇下攞唔攞三星先，我望一望啦。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个攻略俾大家啦呢度。睇下先。我记得呢一关好似系有两只法师嘅，啊冇记错呢一关有两只法师啦，咁呢一只就放喺呢度，应该冇问题啊，未必得喎，要放多只盾牌，咁啊直接放一只喺度，跟住呢个位置放一只呢个，等先，定系呢个位置放好啲咧？呢个位放好似稳阵啲，快攞，够，跟住喺呢度放一只盾牌呢度，啊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爆啦下面，跟住放一只呢个位啦，哇大镬，呢度要补多只啊后。哎呀，唔死得噶呢度，哇，得，仲要补多只，诶，见下嚟啦 ，O 唔 OK？ 咦 ，OK 喎，好似都冇问题喎，唔错，哇，有只咁嘅盾牌攞喺后面，望下先，呢个位要补血，咁我哋补呢个位啦，呢只补呢度，咦，佢调转咗，原来咁冇问题嘅都，哇，啲法师嚟嘅，啲凡家法师嚟嘅，咦，佢褪翻后呢只，唔紧要。我哋即刻嚟个救援先呢度，即刻回下去先。虽然都哇就死，唔好死住得唔得先？哎呀死咗，放唔切，唔紧要都仲有得救嘅。呢关应该要双回血，如果唔用双回有啲危机。啊，炼药已经开始有啲危机啦，系有啲矮地啦，我唔紧要。做得够嘅我谂，我谂应该做得够嘅，好似唔系好得咯。下面咧，因为下面咧一定好唔稳阵。咦，有机会喎都，咦，机会有机会有机会。哇，大镬！上面就爆，补翻只咩喺上面先。咦唔系，应该放喺佢隔篱。诶，唔使死，死咗，唔紧要，但系顶得到。哎呀，顶唔住啊！有得顶，掂啦，搞掂。好，OK， 系咪三星？搞掂，可以代理指挥啦。其实嗰只机械人都唔系话废嘅，只机械人。只机械人其实好似都攻击力唔错，但系真系弱鸡咗啲啊，弱鸡咗少少。不过冇办法啦，始终佢有三百攻，我应该都好犀利。其实老实讲，三百攻其实都唔系话少。呢只有冇三百攻？呢只都冇三百攻，但系佢系属于攻速快啦。呢只系咪慢啊？啊，呢只较慢，所以就那个分别咯。即系你当系一只 support 类型咯，真系佢都写明近置位系支援，呢只都应该都系支援系嘛？啲嘢治療，OK。所以其實一個隊伍入面咧，即係如果有六星，其實都唔係話太大作用啦。不過我呢嘢六星可能係輔助並唔係輸出啦。如果係輸出嘅話，即係嗰只嘅能天使啦，就應該 OK。我未試過啦，能天使。咁但係如果係輔助嘅話，就真係普普通通咯。雖然我就話多隻六星，不過都唔算話太強啊。但系呢六星你当系有少少输出嘅辅助咯，我觉得
头先嗰场都冇咩大作用，反而呢一只啦，都系重化师啊，呢一只嘅两星呢只啦，同埋呢只啦，呢两只艳容同埋呢个咩十二 F， 跟住就两只盾牌啦，两盾我觉得系一定必须噶啦，两盾两重化师，一只保师，跟住两只前锋，一只就咩啊？一只就近战系啦，跟住我就一只支援。啊、一隻攻守、啊、基本上都是这些的组合，如果不是这些组合的话，其实很多其实都有点难打，不过讲到后期那些呢2至6这些是什么2至6这些，咦这个 S 2至6这个2至6原来 OK， 但是这一关 我都未必够打了已经，因为这些呢需要用到的是、技巧、啊、因为这隻 game 吃你的技巧实在吃太多了，我们做一下一些龙一些农作的东西啦，除了作战之外还要搞这个农作，就是那些工厂、嗯、OK， 这个是什么的基础作战记录，这个拿些什么等等有什么进驻设施信息进驻测试，他要问我拿些什么进驻人数，这个什么全部收取获得信用点零，为什么搞定清了粒点了，大致上今次这个影片去到这里，主要就是测试了一个机械人这个支援型的机械人的作用、啊、去到哪里，不过其实不是很看得出那個支援的程度去到哪裡啦，因為那個 10% 其實可以說少也可以說很大，因為很難分得到的，沒錯啦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